我和珅集天时地利人和，边个敢阻我？大胆和珅竟敢对皇上大不敬，和大人请三思啊！皇上，佢奈我咩何？君臣博弈，鹿死谁手？天命，袁都会积极参与。我上次咧就喺个市集嗰度咧就第一次咧推出我嘅曲奇饼，系啊，咁咧。好好啊，因為咧，我諗住咧可以試下大家嘅反應啦。咁我可以同嗰啲人去傾下偈啦。咁佢哋又可以話俾我聽，佢哋即刻食嘅喎，話俾我聽邊中意邊一隻味啊咁樣。咁所以我上次咧，我記得我一個鐘內咧就賣曬所有嘅曲奇餅啦，已經。係啊，試底試後都嚟撐場。咁啊，其實我戴眼鏡就其實唔係做生意嘅，係自己 design 玩下啫。咁即係好在有 Vivid Channel 呢一個 apps 啦，明星試集啦，咁我可以試下睇下觀眾個反應係點啦。咁啊，嗰日都好開心，一路做善事又可以賣到好多副唔同眼鏡啦。最唔開心就係食唔到唐詩詠嗰啲曲奇咯。我都可試唔到你副眼鏡。我送俾你啦，咁你快啲送兩盒俾我先啦。而家有请邱浩同邵氏兄弟控股有限公司嘅代表上台，一齐嚟个大合照。我叫张东，以前帮我差嘅，而家咪又一样查保险。我系保险调查员，查就冧查完，写埋份 report 俾咗俾上头，收工大吉。查保險啫，都搞到咁大鑊。有請愛奇藝同邵氏兄弟控股有限公司嘅代表一齊上台嚟個大合照。